边跑。嘿嘿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了。那个，刚刚我远方看到一个只穿内裤，我也很怀疑他。所以那个第二是变态，有你预言家查的都可以报。哈基是狼人。啊啊！确定吗？我看到他了。哈基是狼人啊！你是假女假预言家？有假的吗？有假的吗？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有，他是假的，他乱跳。好好好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。好，我们绝对相信你啊！你绝对是好人啊！我跟你讲，走过来啊！我是好人啊 ！OK OK， 你要相信我啊！相信你，相信你在哪里？我看到怨灵，我想打怨灵啊！让我打一下怨灵啊！怨灵是谁？你可以说啊！你说，我们就不杀你啊！嗯，可以，没打到，可恶！等一下啊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怨灵？我看到隐形的，隐形的翅膀。怨灵，怨灵会隐形吗？怨灵不是晚上隐形，怨灵会隐形。哎，对，好像是哎。只是我刚看到啊，不见了，不知道是谁。等一下，杰克，你什么身份？你刚刚是不小心挥倒一刀。对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刚刚完了。等一下，杨刚刚有票了，我们必须要。我被东西挥倒了。波波，波波你什么？波波你什么？离我很远。没有，波波我要死了，我到底就是死了。没有，我票波波，我票波波。票我票的，因为泱泱有一票了。那泱是预言家，不票你票谁？哈基，你票我干嘛？哈基只跟真哈基鬼啦。波波波波，你代替真预言家死，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！波波，没有，不要瞎掰了好吗？哎，怨灵出来了，我是怨灵。你看，我已经努力票波波，你们不该票到哈基的。哈基不票我会死掉。反派星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原本想要穿装跟你讲说我是狼人，结果我不小心下意识左肩就挥下去了。那我知道你是狼人，我还找你面前停了一下，你就挥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看小雨果然也是狼。哎呀，杰克就你票哈基。不是哦，这。那个反应就是要跑回去啊！你不要，我好开心啊！臭怨灵，我好开心，臭怨灵，我太爽了吧！我太爽了！哎，我代替酱油报仇酱油了，有没有？这感觉啊，这死掉的人太少啦，丘比特加一下啦！哦，加速死亡，对啊，也开个梦狼。哇，这个梦狼就是他可以免疫女巫一次的毒药。哎呦，像刚刚说小雨是梦狼，哎，就可以没事了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对，给狼人一点 buff 好不好？再来，怎么都可以是怨灵获胜，臭怨灵，臭怨灵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差一个玻璃了，我差一个玻璃，打到波波，都打死就可惜。但我感受到波波怪怪的，就跳他。从你旁边经过，我跟你一个交替，好爽。给你一个交替，交替，一个赞。你可以给我个交代吗？好啊，交代。那我要那个厚的交代哦，我要那个厚的，然后用那个。我跑你的交代。你要绑谁？你要绑谁？给我纸交代，我会爽。小雨是狼，他抢我的。我哪有抢你的？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觉得波波可能是抖 N 哦。波波，你有抖 N 是不是啊？又抖 N， 我常抖 S。迪叔，迪叔，他吓到我。迪叔，你怎么可以乱吓别人？迪叔，你怎么都没东西了？我想要这里是我的地方，你走开！你不要过来！我把你打下去啊！这样子我比较安全呢。七颗龙珠就给召唤成功了。有发光咯，来屋顶，屋顶感觉对吗？哎，我要先讲，我怕我死掉啊。哎呦，团团是抖哎！我验了我的 CP， 他不是狼人。好，而且抖没有没有抖 S 好像是那个拿宝贝球的。我觉得。
我刚刚看他有点忙啊。什么？我被加一刀威！管团，你歌声很难听。什么都看不到。旁边的人都被缓速了，你们够了。就团团。我很难过，这死了两个，小雨跟露米，奇怪了，露米你怎么会死掉？你的那一打那一下啊！我把露米打下去，好大的一下！至少代表狼都在下面，笑得好累哦！天哪，真的是很难过哎。那个团团是倒在那边飘到他，我不是，鱼，我是很难听的人鱼。抖爱人鱼，抖爱人鱼，抖爱人鱼，干嘛啦？我感觉是Bobo、迪苏跟泱泱哎，但是要冲，我觉得要冲着那个怨灵去查，要先找怨灵，要先找怨灵。我跟你讲，事不过三啊，真的，事不过三，怎么了？事不过二啊，很想哦，事不过二，好，到底是谁 ？Bobo， 我觉得要查 Bobo，Bobo 你什么身份？为什么要查我？不要查我，是我是说不要查我，查他查他查他，我讲错了，查他查他查他。你想想看，身为怨灵就一定会很努力的去收集道具。嗯，我没有啊，他刚刚有，没有哦。我的东西都被二零也不是狼，二零也不是狼。哎，你我做波波啊？你怎么来呀？不是啊，你不是查二零零？我查二零啊。对啊，我说波波啊。迪叔来了，迪叔准备来了。迪叔，你想干嘛？迪叔，没有、啊、好人够多了，迪叔。我也是好人，再加一个不好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撤退。不舒服。太急了。他真的会得不？但我觉得至少他不会是怨灵。我看到怨灵的隐形的粒子效果了。是啊，你看，跟着他跑掉了。我看他跑掉了。我觉得就是那个绿绿的人，绿绿的，哎、欸，完蛋了，这场只有我绿绿的、欸，酱油不在，你在哪？在你心里。可恶，我不见了，他不见了。追他，我觉得先票我不管了，票他。为什么要票我？狼人也合作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怨灵。又好人够多了，是不是？好人够多了，我很夸张。因为他到现在也不敢跳他的身份啊！我是美女啊！好好讲话，飘波波！我后面好多人哦，你们等一下，你看他很害怕，他很害怕，簇拥的感觉吗？簇拥的感觉，波波在哪？二零你什么？他往上了啊！我好人、啊，团团被飘到了，对，团团被飘到了，哪里啊？波波在哪里啊？啊，对，团团是抖哎。哇哇！你够对不起，牺牲一下，牺牲一个，牺牲一个，牺牲一个。没有没有，我是好人哦，我是好人哦。机会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。我团团直接被毒死，波波的重点是波波人呢，在水里，在水里，快点票他，有波波一票，迪叔死了。那我看波波了，我看波波了。好，你查。哎、欸，不要！擦擦擦擦！不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被搞的，你真的好蠢哦！是不是？好猛啊！你要拼命的哎！哇塞！这场太惊险了！还有几个波？迪叔听我解释。怎么了？如果刚刚不……哎呦！还有那个狼王把狼给拉走了，我没事。哦，我笑的肚子好痛，还想演呢、啊，伯伯。哎呀，如果等一下第三场又是怨灵，我就叫直接叫冤家查。哎，哎呦，哦，哇，怎么了？二零获得中介水晶。我插一个玻璃椅，帮我一炸弄出来了。难怪刚刚反应，我怎么用杰克？因为我不能验杰克啊。哦。杰克跟不是我刚按发功，按发功是把泱泱拉过来的，按错了。对，你的泱泱在追我，然后哎，我差一步就赶到他了，我太奇怪。我身上是一张发功，一张拉的，然后没有点他，要看清楚，拉过来了。对，哇，迪叔真的是你的吧？迪叔果然也是坏人。
反正误会二零了，但至少伯伯抓到你了，好玩。哎呀，两个酱油分享一下二零的好，玉林的好玩。对啊，一闻就觉得你臭臭的，臭臭臭臭的，气死了。哇、啊，我觉得这道具果然狼人比较可怜。嗯，就很容易会那个啊，高级就那个啦。那我们那个、啊、炸七少一个，狼人多一个。四个狼哦，哇哦，哇哦，一样哦，但是变成四个狼哦，哇哦，哎，不对，有一个村民的，村民变成那个炸鸡，炸野狼，可以，人人都有职业，人人都有职业，好不好？四个狼，看着等下再跳村民啊，村民又村民，村民又村民，不怪怪，不怪怪。大家都当村民。迪叔，你什么职业啊？我是，看一下。是。我忍者。他在思考，迪叔，我就是忍者。还有呢？啊，我就是忍者。我觉得哎，很可疑哦。他自己用代言螺旋丸炸鸡排哦。螺旋丸。这边有那个哈记赞助经营诶、欸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哈记赞助经营，怎么开店的？那么喜欢拉新碗是不是？拉新碗，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你们那里小心，你们迪叔在你们那哦、喔。我在对岸哦、喔，真的呢。迪叔要嘛是狼，要嘛是怨灵。哇，完了完了！我觉得冤家都可以冲着迪叔去验验。好可怜啊！好可怜哦。我没有卖鸡排啊，我今天吃的来不及了。或者他可能觉得你很什么适合？哎、欸，太快了啦！哇，杰克你怎么那么……狼人停下！等一下，有人在打我屁股，我是女巫，救命救命，我死掉了！有没有猎人拉我一下？救命呀、啊！怎么拉来这里？怎么拉来这里？这里怪怪的、啊，你们在嗨呀、啊？你们在嗨是吗？这里太奇怪了吧！我要长永一百年，好可怕哦！哎、欸，我晚上丢药水没有用哦，晚上没有，晚上那个是别的药水啊，无敌跟那个跟隐形，跟隐形哦，我后面一堆狼啦，问号，我是林家一堆狼。你讲，哎呀，哎呦，那刚刚追我的哪个狼人？追我的有那个炸鸡，不管我是预言家，然后那个迪叔真的是狼人，小雨是狼人，因为我是炸鸡师，我这样，小雨是狼人，我是炸鸡师，我刚刚在小雨屁股后面走很久，好，我信你，后面走很久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一定是走位思路的。怪我不是小雨是狼，小雨是狼，心怪怪的，不是我。小雨这声音，他是狼，他是狼，小雨这声音，他就是。别犟，别犟，别犟。哇，二零，那你怨灵努力了。哇，好了。你可以站在高处，有没有看晚上看不到谁？让波波死欸，让波波死一下好了啦。让波波死一下，波波就这样莫名的。我觉得他这个身份太好了，我非常的满意。波波死一下好了。我是炸鸡师欸。哇，两个狼都还在啊。哎呦，我是觉得无敌了，哎呦，要死贵哦。要找怨灵，波波跟我一起走吧。冤家，你查验可以说。谢谢哦，杰克你好帅，你超帅。他会报告，他既是怨灵，哦不是，你在怨灵啊。不是，怪怎么都没有任何的人影，没有人，而且不能说名字，你要说西瓜。哦哦，我把他打死，我内乱了，我内乱。那你查验可以，预言家查验可以说。嗯，哦，我查杰克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是谁了。刚刚有个人影跑到我们旁边唱歌。
那你到底是谁？他没有唱出来，对，他没唱歌。然后我刚刚觉得是团团是狼，我大鸡师啊，谁给你狼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狼，我刚刚早把你架起。